行者，救死之不弃啊，梅特！在还来得及前回头吧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滚开！是我，知识的开始。我已降世，天苍飓风就在来协助你的主人。我离得太远了，我需要目标。太远了。臭的畜生，我绝对不会忍受让你们出现在天空之墙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
住了超生之地，凡人在云中没有生存的空间。这个大厅不该被打扰。太远了，我要先找到目标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非得满足好奇心不可。好了，快走吧，只需要把最后的登录程序输入到门的机关中，然后成功了，控制房应该就在这个后面。哦，哇，什么？这不是控制房，这里还有一层防卫机关在某处，那些该死的血巨怪
不知怎么闯入这儿的。谢菊怪，怎么又是他们？好吧，让我思考一下。四面八方的镜子，拥有巨大元素的四个平台。哎，我想到了，一块石板上提到过这个房间，这里是圣光地窖。好吧，这很简单。探险者们，我需要你们打败那四个元素，来触发远处那道门的开启程序。我要先找到目标，门就快要打开了。我离得太远了。好了，你们办到了，地窖的门已经打开，现在我们可以……哦不，单位特殊运作系统已启动，新的运作参数下载中，下载完毕，单位自我防卫系统已完全启动，消灭入侵单位的行为程序开始。开始清安拉斯未受停驻军单位。我们成功了，突破控制室了。好了，再等一下就行了。只要有行动的地方就有我，随时保持警惕。滚出去！我现在没有目标。我需要目标。害怕自己无法控制的东西。
你们可以控制恐惧吗？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就是这样，驾驭你的憎恨。这个大厅，我要先找到目标，将以你们的香味能量而绽放。我离得太远了。凝视着天堂，你们看到了什么？万年的黑暗因你而降临。